政府近期拍卖市区用地，地产商以高价竞逐，屡创新高。九龙塘一幅住宅用地成交价达到每尺18000元。有冇新嘅出价 ？Sold， 成交。埋發水啦，都要18000元。如果有合理嘅利潤嘅話咧，應該係去到22000元尺到啦。抗議地產霸權，抗議，無需抗議。高地價政策下，新樓嘅價格相應不斷攀升，連帶二手樓亦都有價有市。樓價地價高企不下，究竟係乜嘢原因造成呢？咁貴嘅樓，乜嘢人先至負擔得起呢？一幅坐落中區下角道與木棉道交界處嘅官地，底價6000萬元，限作非工業用。結果由金門建築公司以1億500萬元成交，將在該地盤。卖地收入一向是香港政府的重要财政来源，所以土地有价的现象在香港由来已久。1983年，中英联合声明限制当时港英政府卖地，规定每年50公顷土地做上限，土地供应有限，进一步推高地价。4500万，第三次亦都最后一次。卖地收入的高峰期，由1993年开始到到1997年，收入曾经高达323亿元。今年4月到而家，短短半年，库房单系从卖地嘅进账已经有370亿元，超越1997年，平均价更加屡创新高。咁呢个高地嘅政策咧，我觉得一路嘅炒卖咧，令到头先嗰个嘅民生嘅影响系好大嘅。咁無論係呢個商廈咧，或者係普通嘅住宅咧，其實都係不斷翻幾番嘅價錢。梁景全係社工，16年前佢因為不滿樓價過高，去到賣地現場示威抗議。在今次拍卖过程里面，一批社工帶住咗標語進入咗會場，抗議港府賣地係一種高地價嘅政策。當時我哋第一批嘅民間團體咧，去到官商嘅正式嘅場入邊咧，係表達我哋嘅不滿。其後咧，政府有一啲嘅行動咧，都有一啲小組成立咗啊，去檢討呢個政策。80年代，香港經濟起飛，市民爭相買樓，物業炒賣嘅風氣越炒越盛。到90年代初，40%新落成的私人楼宇由4家大地产商包办，在楼市畅旺带动下，他们的资本越来越雄厚，可以通过高价投地或者以低价买入土地留待发展。我们已经有4000万只的农地了，是全香港最多的农地的。我们10几年了，已经农地有些10几年买了10几年的，现在才 是收成，现在才 是收成的时期。大發展將有的土地儲備咧，多數係啲農地啊、新界地啊嗰啲咧，放咗喺度之後，等機會、等時間去發展。So 成交。而家嚟講咧，就係話個樓市亦都起咗啦嚇。咁呢個地咧就比較前面嗰幅大啲嘅嚇，咁我哋覺得嚟講咧貴少少都值得嘅嚇。喺九龍塘易德道呢一幅地皮，2星期前以尺價18000元成為九龍區地王。其實呢一塊地喺2004年已經一直放喺勾地表裏面，當時股價大約係7000元一尺，不過一直冇地產商能夠勾到呢塊地出嚟。勾地表簡單就好似一個魚塘一樣，裏面有啲魚，
幾時上人去釣魚呢，就要睇嗰班釣魚嘅人即係個心情係點啦，同埋佢睇佢嗰個胃口係點啦，同埋佢嘅策略啊，仲有嚇佢嗰個即係釣魚嘅策略嚇。如果假設即係佢自己本身已經有好多魚喺個即係佢自己嘅魚缸度，佢就唔去再去釣魚噶啦。喺一般嘅情況之下，市場會自行咁調節對土地嘅需求，但係如果住宅嘅樓價飆升，而勾地嘅情況又唔活躍嘅話咧，政府就會主動拍賣適合發展的各類型的住宅，包括是指定發展中小型住宅的土地，這樣才能夠維持樓價的穩定。應該放多少地出來呢，就個主動權好像完全在那個地產商手上那樣，那有一段時間就是沒什麼地勾出來的，那當時呢因為勾地價是保密的嘛，那政府呢就說發展商沒有誠意去勾地啦，咁發展商就話政府高地價政策，即係好高嘅價錢，佢哋都唔肯放出嚟。咁我哋唔知道邊個係啱。如果冇人出價承投呢幅地嘅話，土地將被收回。Lot withdrawn。土地收回。Start to buy here and hold it until you see a。研究香港房地產二十幾年嘅周廣榮話。地價對大市其實只有短期影響，不過發展商為了本身的利益，往往不惜出高價投地，希望可以令到樓價持續高企。地價是賣得好的話，通常就對大市的影響就是中性，但如果賣得差的話，那個反應就會很差的樓市。有些發展商亦都可能就利用在樓價高的時候就有利去推銷手上的樓盤啦。咁所以個地價賣得好嘅時候咧，一般人的想法就話發展商看好啫，正常的啦。但如果當發展商都看淡的時候咧，就一定是差的啦。連發展商都看淡喎，咁一般的人的反應就是覺得可能未來幾年樓市都不會好噶啦咁樣。我哋曾經接觸六間在香港擁有最多土地的地產集團。包括長實、恆基、新鴻基、新世界、信和和嘉里，要求他們就高地價、高樓價發表意見，但是全部都拒絕。大型地產商之中，只有沒有上市的南豐發展願意接受訪問。貴不貴就不是我們定的，是個市場定的。我想大家都記得，不久不是太久之前，我們在拍賣場所希望買地，就政府說未到價喎，唔賣俾你喎，唔該你提升個價啦。咁變成嗰個地貴唔貴就唔係我哋話到事嘅一件嘢嚟嘅。除咗買地之外，南豐亦都會聯同喺市區擁有旺地嘅機構，例如市區重建局合作發展物業。好似呢一个喺湾仔嘅楼盘落成之后，叫价18,000一尺，比市建局原先收购呢一度旧楼嘅价钱足足高出5倍。售面积即系300多尺，售价1,000萬嘅，又唔系讲紧山顶，又唔系讲紧半山豪宅，同埋你300多尺，一定唔系讲有钱佬啦。有钱佬点会同你住300多尺啫？系咪先？如果你讲话70,000蚊一尺，因为豪宅，因为有钱人，咁你300多尺。絕對不會是有錢人住的話，如果不是有錢人住，如果你1,000萬，你要供多少錢呢？我想大家要了解到，就是我們私人發展商自然就是做項目就為我們股東負責，也希望是對那個社會有一個貢獻，改善個環境。你說定什麼價，其實好看個市場，就不是就是我們想叫高就有高價的。但是就是說反而是市區重建局自己的定位在哪裡呢？這個是政府幫市區重建局是應該很清晰決定我們是怎樣去市區翻身，去做一個好的環境是應該怎樣做。但是大家都知道，譬如市區重建局的項目是大家拿出來一個公平市場去競爭，公平市場競爭其實他們的衡量條件就是價高者得，但是如果我們投資了一定的
投資的錢下去拿一個項目回來，自然不希望蝕本了、十幾年來，梁景全看著樓價不斷飆升，他的入息負擔不起買樓，但又超過申請公屋的入息上限，所以他說自己已經跌埋心水租屋住，做一隻無殼蝸牛。呢個之前唔係1100多萬噶嘛，都係300-400萬咁碌上去啊。咁可想而知，每層樓即係就算呢個啦，咁你都要做30-40年。咁即係你要唔食，即係俾曬份人工先30-40年啫喎。啊，咁你要食咁即係可能60-70年。即係話齋可能兩代三代，即係可以日本咁樣啦，供三代。我哋一直都有喺市場上邊係搜購呢個住宅盤嘅，覺得呢個投資都一個幾安全嘅投資嚟嘅嚇。黎裕忠，中小型地產發展商，喺呢行做咗接近20年。佢話呢十幾年嚟，好似佢呢類發展商嘅數目越嚟越少。因為有些是覺得我的投資的資金，既然我摸索了很久，我都找不到一個適合自己的路線，他就淡出，他寧願選擇去低一些的投資工具進化了。行內都有個俗稱叫做所有發展商都餓地了，即是說對地的儲備這件事呢是很飢餓的，有一個比較上是理想的地點，理想的地價成本的話呢會很受歡迎，會很多人搶著要。我哋50-50嘅資金雄厚嘅大地產商喺歐地同投地實力肯定佔優。不過即使比較大規模嘅發展商投地嗰陣，好多時都要互相合作。我想每間地產公司有不同的策略，這個一定，但是同樣就是說每間公司有長處也有短處，合作來講自然希望大家利用到大家的長處，在競爭能力方面更加增強。至於中小型的發展商就很難在拍賣場上跟大地產商競爭，會有少少吃虧咯。如果你是在拍賣場爭起上來的時候，你那個資金的靈活性可能就不夠大型發展商大了，所以得回來也都很多時的結果都是投不到，或者是中小型發展商是反而覺得我在私人市場自己在收購舊樓啊、重建啊那方面呢就會比較容易，是在時間上都容易掌握一些，也都那個成本容易控制一些。土地油價，由於近期九龍塘地皮屢創新高，黎裕忠手上这个今年才买的九龙塘物业不断有其他发展商向他出高价收购。卖地的成绩是很好，出来的就是我们叫做鸡犬升天，即是说全部揸住旧楼，无论那个二手楼是5年那么旧、10年那么旧或者30年那么旧，他心都会红了的，他那个放盘价都会是高了，甚至是封盘，觉得他迟些会再升多一点。梁景全已經對不斷飆升的地價、樓價絕望，所以十幾年前搞的示威抗議已經沒有再繼續。即係1993主要是我哋對一個對手咧，地產商，即係1997以後咧，多了很多即係炒賣的情況啊。咁除了係即係啲人專嚟揾錢之外咧，有些係即係上車之後為了跟住會將個盤不斷地翻炒、翻炒、再翻炒。大單啲！快啲睇啊！多人買嘅新市場，就喺上面再買好多貨啦。要坐都一齊坐。係所謂個好方正買樓嘅一個現象。這個心態呢，其中一部分就話驚而家唔買，將來買唔到。但唔會買到樓咧，本來都唔係問題嚟嘅。但係唔係會買到樓咧，而樓價不停咁升咧，即係代表租金都不停咁升啦。
咁即係話你嗰、那個房嘅開支咧會不停咁樣上升。咁呢個咧就對好多市民嚟講咧就覺得係一個所謂冇一個安全感啊。即係以前就話由一手樓咧就去參考二手樓喎，而家係調翻轉，啲市民咧當有一手樓賣嗰陣時候咧，或者有賣地啊，或者一手樓開盤嗰陣咧，咁啲二手樓咧啲業主咧就話封盤，封咗盤先，就等下一手樓去開咩價，佢開幾多價我就跟佢即係加幾多咁咯。做咗測量師廿幾年嘅潘永祥指出，地產商好識利用香港人嘅買樓心態為樓盤造勢，羊群效應之下，樓價於是不斷推高。而家因為全部都係包裝到豪宅化啊嘛，咁已經唔係講咩地區啦。你睇到無論你大埔好、元朗好，都已經開始有咁嘅效應。只要你能夠廣告賣得夠狠，能夠宣傳得俾出邊知道依度有一啲新盤出。以啲包裝到咧，打造到豪宅，咁嘅時候咧，你就會帶動到嗰一區嘅二手樓嘅樓價上。冇人一啲客觀嘅分析，重複又重複，話以往咧係三四萬個單位，而家咧係跌到得翻1萬個，舊年係7000個，係冇提到係即係話個人口點啦，講緊好多年添啊，嗰個空置率咧其實變化唔大嘅喎。咁即係話咧，我哋嗰個住屋需求咧，其實係咪真係好似我哋一般報道，真係要每年有要3萬個先得咧？從70年代開始，政府定期都會根據人口情況去制定整體房屋政策，但係2002年之後，因為政府要挽救樓市，有關嘅評估同規劃就冇再進行。直到兩個星期前，特首在施政報告才宣布財政司司長會重新主持一個跨部門的房屋用地小組，確保中小型住宅用地的供應充裕。這方面是一定要做，因為為什麼呢？如果 你一定要知道究竟未來就是對這個房屋的需求由於或者人口的增加即係新婚嘅嗰啲咁嘅家庭嘅增加咗啊，或者新移民啊，咁要有咗呢啲咁嘅數據咧，咁然後咧知道啊，有冇一年需要提供嘅額外嘅住宅單位幾多啦？咁然後咧就要喺嗰度咧又要計得到，即係話喺呢個土地嗰方面係需要有幾多咧？咁呢個水和苑咧。就是第一期的居屋嚟嘅，咁我記得嗰陣時啱啱我都係加入呢個房屋署啦，咁啊係曾經參與制定香港房屋政策的烏滿海，眼見而家樓價過高，令市民買唔起樓的情形，佢話自己都不勝唏噓。咁如果你睇翻過往嗰20多年咧，樓價嘅漲幅差唔多漲咗有成9倍。但係講即係家庭嘅收入，即係嗰個中位數咧，嗰個漲幅咧，都係2倍幾、3倍都唔到。咁同埋與此同時咧，就平均樓宇嗰個面積咧，基本上20多年冇變到嘅，即係又冇大冇細到。咁就喺依方面咧，即係話我哋再即係推展到未來，即係10年好、20年好，究竟我哋希望能夠？有乜嘢嘅居住質素咧？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警號嚟嘅，即係當我哋要去即係收入係不足或者冇保障，但我哋要承擔一個即係可能冇休止嘅樓價嘅話咧，咁社會係有一個好大嘅危機存在，咁政府應該正視呢個問題。香港咧就唔係倫敦嚟嘅，因為咧你喺倫敦住嘅人咧，如果覺得嗰度嘅租金貴，揾唔到咁多錢去交租或者買樓咧，咁唔係離開一個咁貴嘅城市咯，去遠啲咯。咁都係喺英國裏邊啫嘛，佢嘅社會福利啊，各樣嘢都係一樣嘅。但係
在香港就不是，因為香港雖然都是中國的一個城市，但是你離開了香港，你很多都沒有了，已經那即是變成在香港來說，所謂中下階層他們就是沒有退路。其實我不開心去聽見呢啲即係批評之餘，我希望係點解即係我覺得我哋嘅行業應該係多啲出嚟解釋，或者係大家有個溝通，了解到即係我哋做嘅嘢，社會上需要嘅嘢，做嘅嘢。我成日都講唔可以靠地產商去解決曬所有香港整個房屋嘅問題嘅，依、這個其實真係係唔公平嘅。為咗確保樓市健康平穩嘅發展，我認為未來嘅十年之內，平均每年需要提供可以興建大約20,000个私人住宅單位的土地。九龍塘移民禮士道呢一幅地皮已經被地產商勾出，準備拍賣。行內估計每尺樓面地價會賣到13,000，都流於落成，預計要賣成17,000一尺。麵粉貴。麵包可以不貴嗎？跟著餅是東張西望，李琳琳為自己死後阿女的生計打算，批准香港福位短缺，500萬五個炒樓，籌劃唐樓改建骨灰龛。呢個位10萬啊！你諗清楚未㗎？陰陽有別喎！發死人財大計有冇得搞？你唔使咁嘅，搞骨場啫。條例有漏洞，公家冇位用。有房出租，聽晚7點，翡翠台。頂硬上